所以现在我想邀请各位伙伴，如果你还在一个很放松的状态下面，我想邀请你用的方式，邀请你的双手，让你的双手多一点力气，做个抓握，好像我们刚刚的那一个手指头互相接触的过程，对，多加一点力气，让这个打招呼变得好像拥抱，对，让你的五只手指头给予彼此一个支持。给予彼此一个拥抱，同时借由这个抓握，就这个手指头与手指头之间的拥抱，提供给你更大的力量，给你一个力气。而这边你也可以对自己承诺，在未来可能一小时后，可能明天，你都可以随时随地的让自己回到这样的一个放松的状态，因为刚刚你得到这样的资源。没有人抢得走这个资源，你真的可以允许自己，让感觉重新回到自己身上，给自己这样的力气、这样的 power、这样的能量。对，也许你也可以动动的脚，让你的脚趾头抓一抓地面，让脚趾头好像稳定的抓在地面，承接着地板、地球、土地给你的力量。对，甚至你可以用的方式，做一个大大的深吸气，伸个懒腰，让感觉回到你的身上来，然后可以感谢一下自己，对，感谢自己给自己带来这么棒的感受，这么棒的感受，太棒了。所以我邀请各位用的速度，慢慢的带着这个感觉回到这里。回到这里，从刚刚那一个有点放松的感受，回到现在这里，因为这边有另外一个可以带给你另外一个感受的姿势、动作，等着你来探索体验。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，所以我想邀请各位伙伴，用你的速度慢慢回到这里，来进行下面一个新的体验。新的探索。